哎嘿呵，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大爷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！你现在是死人一个，知道吗？啊，来吧，给他搁在病床上，搁在病床上。来来来来来，走，还得手术吗？我们本着那个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，是吧？你别是贼眉鼠眼的行吗？这样，我想好好看看这位医生。一会儿他给你治病，给你拿捏几个穴位，一定要不能说不能叫唤，叫唤就没有资格上前线了，这个补给也就没有了，你也就没有资格再生存下来了，好吗？好，现在治疗开始吧，咬牙坚持啊。缺个胳膊缺个腿的都不要说话啊，不要动不要动，你已经死了啊。哎 A 不行啊， A 不行啊，从头来计时啊。换一个更疼的地方吧。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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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这还可以还可以，换个地方吧。不是，我说你换个地方吧。哦，我活了我活了，来，这里边你可以随便选一个，里边有你的补给数量。哎，好，都越沉的越多呀。那没有，挑了吗？赶紧挑了，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。噔噔噔噔，三个球，你这个不是太多，我都是拿我的穴位换来的。来，来，拿着你这个跟我来。来吧，挑你的颜色吧。我挑三个蓝的。来，给我，咱们给它粘上啊。我觉得啊，前胸是比较能够互助的。对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哟，这个太互助的，这个太好了，谢谢大爷。希望你不要再来了。哎，好吗？后会无期。得嘞，祝你成功。走喽，大爷。哎，下一个。得嘞，这个哟，大夫，别说话了，死了。哦哦，死了。你现在是灵魂爬进来的，哦、知道吗？哦，你看，这还哆还哆嗦呢。嗯，现在我们的治疗师要给你按摩几个穴位，千万不要出声，不要动换，啊，来吧，嗯，别动啊。啊，帮他放松一下。好，病人现在很紧张，病人现在很紧张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哎哎，给他扶一下床，扶一下床。伤势很重，我们已经给你上手段了。啊，有那么痛苦吗？有那么痛苦吗？这样经得住诱惑，好吧，就这样了。谢谢。哎，你头说话了。哎呀，哦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治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夫。好吧。哎呀，啊，死了都没出那么多汗。啊，九零，九零，现在外边已经改形式了啊，不用吸尘器了，用手了。我知道，就是你把我揪下来的。哦哦哦，对，哎呀，我呀怎么这么糊涂？大夫，大夫，哎，他伤得很严重，是吧？得好好给他治疗，得嘞，多来几个穴位。好，我去战斗了。得嘞，你替他报仇吧。好，他就死在这床上了。这样也能让我呀心里舒坦点，我把我要保护的人给弄了。啊啊，就帮助病人镇定一下，镇定一下。你生孩子呢是怎么的？OK 了 ，OK 了，好吧，好吧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感想好吗？你生我孩子吧。哎呦，这输了这么好呢？哎呦，那我可输了，你可离我远一点。
忙活一天了，这就输了能放松一下。我怎么觉得输了挺好的呢？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吧。我要去按摩了。这是按摩票是吧？这个。看，我现在身上一个球都没了，我死了。我死了，我自爆了。对，他自爆了。临死之前，我捡着他一把扇子。等会儿，行吗？行，我想按摩，然后我加个三儿行吗？你都是你的，好，都是你的按摩，好嘞，加三儿，好排队吧，排队没问题。行了，你胜利来得太突然。还有病人吗？大爷，来，嚯，自己走进来的，对，证明病情比较轻。大爷不是，我是看门口啊，这儿呢正能按摩，本身大林是在前边，我拿我的扇子换了一加三儿的票，然后我说先我先按。哦，那还这躺下。哎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换了以后不后悔是吧？不后悔，不后悔哈。来，拿绳子给他绑在床上。啊，对，大林待遇不一样了，你看。好好，咱们治疗开始啊。忍住啊，有一定的痛苦啊，麻了，哎，出声了，重新来啊，换个穴位，不行，我上有些汗都下了，快上点碘酒啊，上点酒精啊，哎，打针之前啊，消毒必备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好吧，希望你能忍住棉签给你带来的这么一点点痛苦啊。好，错了啊！你后悔吗？后悔。那你现在下来把那几个球换回来，把扇子再拿回来好吗？大林，你还给我吗？是，我都下好了，我就够了，我都我不给我了。好吧，那咱们重新治疗，哎，再换下一个穴位。现在就应该就去那儿就赢了，走吧，就走了，走吧。你就跟你师傅说一声啊，哎，你师傅说一声，行，我不治疗了，我能不能直接活？师傅，您看我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？我觉得你很好，爷们儿。得嘞，谢谢您嘞。你觉得呢？继续征战。你还有球吗？我有，没事，我不用球了，师傅，够了，我都。好的，得嘞，回见吧，您嘞，哎，得嘞。早说早走了，就走吧，一车过去，直接奔决赛场就得了。这还能坐一个呢，来，上，您上吧，四哥，我跑着去，我平常老跑步，我不客气，因为我这裤腿子里我不好走，现在，哎，好极了，行，哎，行啊，你帮我拿着，哎，我踹你了，我踹你了，哎，你干啊，压脚，压我脚了，压我脚，你压我脚，你几个球现在？什么呀？我没球了，跟球没关系了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跑？哎，你这，哎呦，不行，拖死了。结束了，哎，结束了。